为了再造美丽人生，看了朋友圈小广告的我去了三屋诊所。由于我去了三屋诊所，我在世界女主角前遇到了世界上另一个我。因为遇到了世界上另一个我，我被选中和她一起出演逃难的双胞胎姐妹。当我演完逃难的双胞胎姐妹，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乞丐一见钟情。不想被乞丐一见钟情，只做独一无二的女主角卡多利亚·威美，为自己做点改变。当我深夜里感到一阵莫名的孤独，我就会去酒吧撩妹。由于在酒吧无人问津，我就想去改变自己的脸。因为我无法改变自己的脸，我就想去武馆学艺成为一代宗师。当我以为自己成为了一代宗师，我的鼻子就会在英雄救美中被揍扁。不想让鼻子在英雄救美中被揍扁，权威技术隐私地震，谁说男人不可以？卡多利亚为美，为自己做点改变。为了击退眼角的第一道皱纹，我就会开始购买大量的去皱产品。当我滥用产品皮肤过敏，我就会加入复仇者联盟。当复仇者联盟抗议无效，我就会开始24小时不眠不休地追踪奸商黑幕。由于我不眠不休的诡异追踪行为，我就会被扭送到精神病院度过余生。不想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，即刻冻龄岁月逆转，卡多利亚威美，为自己做点改变。CD Kadoria